家好，我是三十一代。OK， 今天我要做什么？就是挑战，挑战什么嘞？等下我让你们知道。OK， 今天我要来挑战的就是关于人生中的五个，就是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。OK， 不是本人来挑战哦，不是一个人哦，就是会两个人挑战，所以我会叫另外一个朋友来一起挑战。他就是 YouTuber 古静哦。OK， 进来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方瑞生。可以多多关注他哦。对了 ，Sarusaki Lai，今天你要求来这里是要挑战什么哈？OK， 我刚才有讲了关于就是人生中的酸甜苦辣咸哦。OK， 如果要看的话，就来看这边啦。哦，这个吗？这里，对对，看这里。来看这些哦，就是这些。哇，那是什么来的？OK， 等下我再跟你说。好。还有另外一个。哦，还有咸鱼啊。对，就是关于到咸的。还有这个，就是看来看。没有错的话，这个好像是三八吧，对吗？对，就是，有掺一点辣哦，那个辣椒很辣的。还有白糖，就是关于甜的。Sarusaki Lai， 你可以稍微跟我解释一下这些是什么来的吗 ？OK， 可以啊。好，其实这个，这个人家讲的啦，什么来的哦？就是阿三巴亚。阿三等巴亚。不是阿三巴亚。阿三巴亚。对。就是这些东西是在沙拉瓦可以看得到的吗？就是啊。还如果在其他地方呢？没有。挺好哦，只在沙拉瓦有。对，还有。这个。这个又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他们讲的，就是哇，很扎心，很苦啊，没有讲。说这个东西就是在这边里面的。对，就是，它有两个这样子切开。我看起来很像是那个，ham clam 吗？哦，对，有点像，会就是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是，接下来的就是苦瓜啦，因为关于人生中的苦啊。苦瓜。对。有的人吧对，因为如果生吃很苦，有的有煮好啦。就是这个哦，你还有煮的啊？对，对的。煮的这个是，这样煮的跟这个没有煮的有什么差别呢？差别就是如果吃生了，不是感觉到更苦？如果煮了，比较有，不是很难吃咯，还可以吃啊，也一样苦。OK。对。然后这是什么？像草这样的？这个。这个不是草哦，这个就是人家讲，他们都会拿来做成三八这样子吃，跟辣椒。三八。这个是他们讲buah sayur cantik manis。buah sayur cantik manis。对 ，sayur cantik manis， 讲错不是吗？然后辣椒这个。我还以为是番茄。是啊。这里我看一下。对。很辣，他们很多人讲，很辣，辣过普通的辣椒，所以我不会这样，生生这样子吃啊，因为我会这样子，另外一个我会配辣，跟那个做成三八，跟一干比利，对，然后这个甜呢，就是关于白糖，我不知道有讲别的，这个呢是什么来的？这个 ，OK。这个呢，就是他们讲的瓦安嘎拉。瓦安嘎拉。要煮跟那个什么热水才可以，煮了之后才可以吃。这个是煮好的吗？是。哦，煮好的。正好。OK。然后咸呢，就关于这个咸鱼。通常人家吃哪些的骂的咸鱼？这个就是常见。对。这个是常见。咸，关于咸。OK。OK， 就我们来挑战咯。OK， 好。
好，这次我们来挑战哦。OK， 第一，刚才的这个，我们没有捡到这个。对的，这个是它的啊，哇哇啊什么？哎，好呀。对的。很像穿山甲的身体。又是动物哦。OK， 好，这次我们僵尸哎，僵开。僵开啊 ，OK。要压压，然后就开压开，开到开了，对，开完它很尖，它里面很尖，要小心哦。好，再先。OK， 我们已经开完了，我们开始挑战吃哦，准备了吗？很酸哎、欸，很酸哎、欸，很酸啊。OK， 第二，我们要挑战的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啊，不是，挖着心啊，拿来开，刚才讲的，就是这个要开，开之后呢就变成这个。这什么味道？它味道哈，有的人讲很苦，有的人讲淡淡。它不是两个苦？对。OK， 有的人讲淡淡啊。蛋蛋也有，不知道啊，你的感觉是怎样 ？OK， 开始吃。几个？我只见到深深。是真的。苦是。有一点点辣，不是很苦。哦，对，我看了还好。可以配这个吃，通常我们都会吃甜酸辣这个。这个？对，哒哒，有点，是，是哦。可以吗？快点，还可以啦，还可以介绍。